我跑了这么多国家，今天可能中国人里面国外跑的算多的人，我算至少在中国全100个人吧，见的人我也算少也不少。但有一点，中国有两个优势，这两个优势对在座做商的人、做商业的人是极具影响。第一，中国的政治稳定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。人家讲，哎呀，这个美国，你还能搞清楚这个民主党还能待多少年，突然共和党上来，你刚刚弄清楚共和党谁是人，让民主党上来，所以这个复杂，而且这个党派之争你也就昏倒。民主党永远说共和党怎么不好，共和党永远说民主党不好，但从来没有提升自己党。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5年内，我觉得真是越想越了不起，自我提升的能力，自我革新的能力。